我跟你说，城市的毛病可多了，吐口痰就罚5毛钱，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？怎样？这片就外国烟头，一个比一个冲。这差不多。你说哈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。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起来溜达溜达，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懒是丫头，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，想吃点水果都没有。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？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，那都是一样的。拉倒吧，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？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，你得瞧咱们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。哎，这孩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照你这么生啊，你康都吃不上。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，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？咋讲？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你听错了，那是说时代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，这玩意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？你我得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我咋起不好了？你就说大丫头吧，嗯，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汁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，听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，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。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？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？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是吧？改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兴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特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还舔脸说呢？那怎么的？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，你知道不？叫啥？流动大军。说对了，咱们特点就是流动，整不到护照，整不到护照要塞到外国生去，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。叫啥呀？都可以塞那拉。哎呀妈，这没知识还少那拉。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？你还少那拉，你跟我少那拉，你这孩子比我一人养。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是不知道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。我能和你再见吗？和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？那要是闺女呢？要是
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的嘛一操就准。屁操。对，屁操。咱就操一把，丫头小的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，那不露馅了？那怎办？就说咱俩是二婚，海南岛秃噜番全我带的。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三婚不就完了吗？拉倒吧，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，我不替你自个儿气的。时髦的事儿啥丢人的？拉倒吧，你还四毛？走走走，你看干啥呀？你现在的脾气吧，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，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他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不挂地生个小子吗？你跟人家能比呀？嗯，人家生得起、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倒，他提我生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。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摊棉花我整鞋，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了。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。你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候车室，你蹭井指着我鼻子叫我啥，你知道不？叫啥？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，离流氓不远了。我跟你说，盲流就盲流，不让做人流就行。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，知道不？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。那咋的？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我要这几个干啥呀？自打有了海南岛、少林寺和吐鲁番，你瞧你妈那个样，成天嘟了个脸拉草，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。你妈叫长白山？妈想长白山。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？怪你自己不争气。我不争气，人家科学上都讲了，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种的茄子那叫辣椒啊。那拉倒吧，就你那破眼眼地，种什么也白扯。白扯就白扯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站住！我站住！告诉你，大嘴大喉咙，真的我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站住！干啥呀？你还要打我呀？我打。你干啥呀？哎呀，还要打我怎么的你？啊？还要打我怎么的？我打你带河。哎呀，你可别打了，我去，算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行吗？我求求你不行吗？他爹，起来吧啊！嗯，起来啊！咱俩人交交心，坐着啊。可爹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不？咱俩人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比双飞郎才女貌。白天你下地干活，我在家做饭，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。讲的啥都忘了。啥吓人你讲啥，净讲些鬼呀神呀的，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。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。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，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，说实在的，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。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，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，我这个心呢、啊、都碎了。他爹，咱回去吧行不？
孩的妈。我有时候也想回去，可回来村里咋整啊？小大、小二、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，剩那小四儿罚啥呀？那咱总算有个家呀，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也算咱坦白交代、投案自首，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？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，还要罚咱，咱给小四打个借条，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，往后咱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，咱俩人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。孩子妈，我也不止一次在想，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？可不咋的，尤其城市人多，走的街。孩子妈，小脚侦缉队上来了。他爹，撤！你先撤，我掩护。